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设在肌肉成长，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我举个例来讲，你们认为是休息吗？有人说三分练七分吃，是七分吃吗？吃好练好睡好，大家的想法都很多。有人说是动作选择，我今天要练腿，我就一定要深蹲。有没有听人家说过不深蹲腿不会大？有没有听人家说过不引体向上你的背不会长？有没有听过？都有听过。所以运动选择是重点咯，你只要选到对的动作，你的肌肉就成长；选错的动作，肌肉就不成长了吗？真的是这样子吗？好，有人说不是不是，肌肉成长的重点重复次数。有没有听人家讲过我今天做四到六下我的目标是肌力吗？我今天做八到十二下我的目标是肌肉肥大吗？我今天做十二到十五下甚至超过我的目标是肌肉线条吗？I don't know。 你有看过一些肌肉是人类几十万分之一的顶端的肌肉量的人，他真的只做六到八下就停了吗？还是他们真的会一直重复到让他那一条被训练的肌肉在压力之下累积足够的时间，然后达到超负荷？再来，训练的频率，我今天一个肌肉一个礼拜练一次，一个礼拜练两次，一个礼拜练三次，真的是重复次数的关系来让我的肌肉决定它到底长或不长吗？所以很多人说三分练七分吃，吃真的是肌肉成长的重点吗？很多人跟我问这一点，凯哥，我一公斤体重到底要吃到几公克的蛋白质？我的碳水到底要吃到多少？ OK， 我一天到底要怎么样吃？凯哥，我的体重是七十公斤的男生，我吃到一百四十克的蛋白质。Oh, 对，我是总热量吃到2500卡，但是我的肌肉都不长。你做，我就会问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What did you do？ 所以你这三分练没有做到，后面的七分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今天的重点，所有的训练都必须要放在训练强度上面。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训练强度。因为你给你的身体一个理由，它不够了，这一个压力下来了，你身体必须去负荷这个压力。例如说，你今天两天没有喝水，你的身体脱水了，突然间给你喝水，你的身体会超补。先有我要把强度提到最高的观念跟心啊，你再慢慢的花时间，后面你的动作才会有意义，动作标准才有意义，你的训练的量才会有意义。如果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肌肥大的话，力竭就变得很重要。你可以引体向上到力竭，你也可以滑轮下拉到力竭的话，都有意义了。重复次数，如果你今天可以到四到六下做到力竭，如果你对你的身体又了解到可以做到二十下确认力竭的话，那这两个方法都有办法诱发肌肥大。你如果是个全新的训练的人，你对你的动作、你的神经肌肉都还没有串联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下的最大的肌力，因为你没有被训练过，那个很容易诱发很严重的训练伤害。所以不要去尝试这种事情。你在前面的时候，你身体还是新的，你还在蜜月期的时候，你其实挑战到力竭的六或七成，你就可以有肌肉成长了。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你的训练姿势标准就会对你以后的训练变得很重要。